好，大家早。好。今天有好多朋友在线上。等会你们尽管提出来问题哈。我会假如你们在意，我叫你名字，先跟我打个招呼，要不然我习惯当我看着你，一定会把你名字叫出来。像那天我就是只有把 Ann 的名字叫出来，其他我都比较没有。我是担心我不小心把那名字很顺。好，那这样子，我们大家刚从外面进来，我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放松，把眼睛闭起来。我们先轻轻松松的朗诵，两只手，这个先做莲花，然后我们做这个基督教的祷告合掌起来。我们一样的，跟过去 Om 跟 Ah，我们把心收回来，跟我一起大家跟我一起，先 Om，然后 Ah，然后接下来 Om 啊。再次嗡好了啊，再次嗡，抱歉，我们连续三次嗡，接下来三次啊。第三次这个嗡，把这个注意稍微摆到心啊，摆到这个胸腔。摆在心轮的地方，好像用心轮在唱，在朗诵。合掌起来。再一次现在是把中脉观想起来，大家还记得吗？就用两个指头大指跟三指，把这个中脉勾起来，从头顶到会阴。这个声音嗡，看可不可以把整个中脉亮起来，让它放光，从这个心轮。往上，往下，同步。再一次，看可不可以放？注意看这个颜色，是白色、蓝色、金色，还是没有色？几位想不起来，我可以感觉到，没关系，我们再把注意摆到头顶好了啊，我们比较单纯，摆到头顶，顺着中脉一直到会阴，把它从上面放到下面，再一次嗡啊，有光。再一次，从上到下，再一次，
上到下。好像接收宇宙的光，从头顶到会阴，然后通过你，要去挡住它，接受它。心里的有一个爱，爱放出来的光，往上往下，让它带出来吧，带出来碰出来。好，最后一次，我们把莲花用嗡一样的。注意力摆在心轮，往上往下，全部投入，看这个自己的慈悲心可不可以发出来，让它散出来，扩大到整个这空间、整个宇宙、整个人间、整个世界。摆下来，眼睛打开也可以，不打开也可以。我想先讲几句话，顺着这个能量转变。我想讲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远远比我们可以想象的更大。这就是 the power within。 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很大的力量，很大一个能量。这个力量它知道路，它会走到底。你也可以称它气也好， Shakti， 梵文 Shakti， Holy Spirit， 从基督教神圣的灵体，这个力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而只要交给他，他会把让我们带着我们走到底，走到哪里不用去追求，因为头脑是绝对想不出来的。我们 finite mind 局限的脑，绝对想不出来。投射不出来，什么叫做绝对 ？Infinite, absolute， 无限大的绝对 ，absolute， 一体，想不出来的。所以最多就让这个力量带着我们走，这是你我每一个人都有的，而它是远远的比头脑更聪明。更有办法，更有能力，更有智慧。只要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信仰，有这个决心，胆量，把自己，把这个小我交出来，交给这个大的自己，也就是这个一体，神、主、佛性也好，有各式各样的名称。只要我们敢
把自己交出来，而随时交出来，那就很好过了，没有问题了。每一个瞬间也就自然拉长，从1秒钟变成2秒钟，变成3秒、4秒、5秒，变成永恒 （eternity），永远。打破空间，打破时间，跳出时空，我们一个人就自然就解脱了。而解脱后，发现没有什么东西叫做解脱。解脱是我们头脑想出来的一个题目。我们本来就是解脱的，我们本来就是绝对的。而不幸，我们把注意力摆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空间、一个范围、一个角落，所以给自己造来那么多痛苦，那么多问题，一连串的问题，走到最后，还又想出来一个题目，叫做醒觉，叫做解脱、开悟、领悟，完全都自己找来的。本来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完全是宁静，一片宁静。而我们非要用头脑去投射出来另外一个虚的境界，虚的真实，让我们过不去，让别人过不去。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刻意的规划、筹备、计划、做动，达不到要求，失望，一连串的问题，完全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这是最可惜，反而是最不可思议。本来什么都没有，一只动物也都可以理解，植物也可以，矿物也可以，而人非要创出一个虚的真实，而为的这个虚的真实打转，不光是一辈子，一生不晓要跨多少命多少生，不断怎样打转，最后还会想出来有个世界好救，要刻意去做好事，刻意去救世界，刻意去服务，全部都是个大妄想。很多人听到我这样讲，认为那是不是不要去帮助别人，假如是这样子理解，本身又造出一个更大的一个妄想，这以后我会慢慢打开。我在讲的是我们人不断的建立种种的规划，希望把我们的命，把我们的这一生，我们的运气也好，我们的生命的结果，想做一个变更，所以就刻意追求这个，做那个，都是希望改造这个生命。而我这样轻轻松松的，同时也大胆的跟大家讲，这个生命不管表面上有多少困难，它是完美的，它老早完成它自己，你一点都不需要去动，不需要去改，不需要去追求，它老早是完美的，不可能比现在更完美。表面上的痛苦，表面上的不顺，表面上的悲哀，全部都还是完美的，是刚刚好我们需要的一堂功课。假如一个人不光理解这几句话，而可以随时做到，自然会发现整个生命会不同，生命改了，表面上不见得更好。很多人认为我这样讲，命改了是不是会发财，是不是会得到名誉，或是不是更顺，不一定哦。过去常常打招呼，一个人只要随时接受生命的一切，那不得了，过去种种的业力会加快反复出来，浮出来，加快的浮出来，
有时候几乎叫你受不了，他在考验你，但是你不断的可以接受，不断的不去反弹，让他扫描过去，让他从你的身体、身心飘过去，试试看，这些业力快速的也就烧掉了。你本来这一生最多只是完成一些小小的业力转变，下一次还要来，说不定不晓得多少生命，数不完的生命，透过这一生全部让它扫描过去了。而在这过程，我们是不是完全都不需要反弹，都不需要做任何刻意的转变、变更？这反而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可以做的选择。而有意思的是，是唯一的选择你可以做。只要你认为这个世界是真的，是真实不过的，你有这个肉体是真的，我旁边坐的人我认为是真的，讲话的人是真的，这个空间是真的，等我要做事上班下班都是真的，家庭是真的，关系是真的，全部都是真的，真实不过了。只要你认为这世界是真的， I'm sorry， 抱歉，你还是要符合因果，你绝对没有任何选择可以做，全部是注定的。因为在这个虚的真实，在这个相对的小小的角落，因果本身就是它的来源，就是这个真实的来源，所以你怎么可能逃避因果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会讲，假如你认为这个世界是真的，而唯一的选择你有是接受、臣服，转一个180度，从外转到内，从外在转到内心，这是你唯一的一个自由的选择，你可能有的。我相信每一个人听到我讲这些话，很难可以接受，认为自己充满的自由，充满的选择。但是我讲很坦白，站到一个整体，这些想法都不符合逻辑，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五个感官设出来的，而我们五个感官从来没有离开过因果，而因果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头脑，是这么来的。所以在这个虚的境界，我们非要走出来，非要想还要一个世界好救，这本身是个大妄想、大笑话。一个人懂了这些，知道从这个肉体绝对不可能醒过来的，这个肉体本身是虚的，从一个虚的肉体，不存在的，短暂的，要跳出来，要到永恒，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很有意思，幸亏随时在这个相对有绝对，在这个小小的角落随时可以找到全部一体，也因为如此，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只要接受一体，接受生命，接受全部眼前所带来的考验，好事坏事，也就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小我挪开了，小我一挪开，一体就浮出来了，最多只是这样子，醒觉只是这样子，醒觉过来以后，自然会发现，哦，原来什么都没有发生呢，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经过啊，本来的我也不存在啊，现在还是不存在啊，那接下来这个世界还是不会消逝，还是会有，但是一样样接触人接触事，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最多只是一个反应，最多只是像个镜子，里面有个影，而这个影最多只是自己，
我在讲的自己是一体，是 big self， 是主，是神，所以你突然会看到每一个角落都是自己。在跟你讲话的人也是自己，听你在聊天也好，在跟你互动都是自己，桌子也是自己，动物也是自己，宇宙全部都是自己，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这么一来，还有什么世界好救？你帮助别人，其实在帮助自己。你还需要再刻意帮助别人吗？你还需要刻意再做善事吗？还有一个世界好救吗？你自然就发现，一切都是自在，每一个瞬间都自在。自在的意思最多只是把我的过滤网挪开，有一个人，有一个东西，有一个聪明在做见证，随时在做见证，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绝对的真实。他看的世界不是透过我在看，他最多只是在反映自己，样样都知道，样样都不去管，样样都不重要，样样都重要，一切都是平等。这么一来，一个人才真正的醒过来了，这一生发现一切本来都是自由的，一切本来都是宁静，都是意识，只有意识，而我们过去不懂，无明画出来一个世界，画出来一个小我，接下来还要把这个小我去做一个挪开的动作，最多只是这样子。假如你懂了这些话，不知不觉也就醒过来了。好，我跟你们几位大概有两三个月没有接触，所以我趁这个机会，我也想验收一下，想听你们讲讲话。看这段时间，这个自己的练习怎样，有没有什么经过，有没有什么状态，想跟大家分享。我需要指定吗？还是我把这 microphone 就好 ，OK 了，好，那这样子这个 microphone 我加在身上吗？不是，放您前面就可以。好。来，没关系。好，那来我请 Dusty 讲几句话。我本来不想把每个人名字点出来，但是这个，那好，那好，不讲没关系。因为我感觉到你心里有很多变化，那你的变化讲得很诚恳，放下。跟大家说这个，就像那天 ，Anne 也是有很多心理的变化，我看的脸孔，我晓得，可以感应到，所以这样子给大家一种鼓励，一种打气，这是很难得的，可以吗？那个博士好，大家好。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经过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叫做好转反应，可是其实它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然后在想要感受那个不合理的快乐的同时啊，其实我们每天也都在做合理的怀疑，尤其是可能最近朋友会跟我分享一些他自己现在生活的状况的时候，我会很自然拿博士，我在博士的书里头，或是在音声作品，或是像在放在 YouTube 的这些读书会上面，我很自然的就回答了，用博士的话跟他分享我的感受。然后我的朋友回答了一句说：“
你现在变羊粉了。然后羊粉，那博士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导师，但是我很谢谢博士的是，你永远都是把钥匙交给我们，然后至于我要去开什么门，我要怎么开，我什么时候要开，你是要我们自己去想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哦，这也是一个自己要不断做功课的这个过程。然后最近新闻上又非常多感恩师父、赞叹师父的同事的时候，我在看博士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不是把师父当不，我不是把博士当师父来拜的。然后，可是我很谢谢他，但是我不是用感恩师父、赞叹师父这样的语言去跟博士互动的，因为我知道他把钥匙交给我，他也鼓励我怀疑他说的所有的事情，所以他不是偶像崇拜，他也不是羊粉。但老实讲，我觉得那个是一个过程。但是我在所有的信的那个，不管是宗教文化里头有所有的那个信仰的那个力量，我相信那个 moment 都是虔诚以及令人感动的，那个是一个神圣的片刻。只是在现在台湾的这个环境里头好像变得好不一样哦。然后我记得博士曾经讲，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宝地，因为它的包容性好强，有各种的文化、各种的宗教，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头找到自己的一块。然后我在博士的作品里面，我也有找到我自己的那一块。然后我每天做小小的运用，但也许没有用得很好，可是我在用的那个同时，就是我觉得我每天都有一个我自己的神圣的 moment。那还是有很多的困惑，然后有很多合理的怀疑跟不合理的怀疑，可是再怎么样的怀疑的最后都好像有一个神圣的片刻，你可以回到那个点，回到那个大概只有50块铜板那么大的一个空间，你会在那里觉得有一种安身立命的感觉。然后我想这是我在那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非常感谢就是大家愿意把这些东西可以放在网络上。我想以前如果是好早古时代的人，可能要跋山涉水，要像唐三藏这样子做很多的功课才有办法得到这些不一样的一个 input。 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工具，可是因为工具太多，讯息太多，所以变得更惶恐。然后于是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是现代人里面最大的挑战，因为实在太多东西了。那不管怎么样，如果我可以把自己找回来，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每天都在做的功课。所以这个改变真的没什么改变，但是却改变我非常大。那我想这个是，我想还是谢谢大家，谢谢博士愿意在这边继续，你不放弃我们的，继续把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重复100遍。我发现我101遍的时候好像听得有一点懂了，但102遍的时候觉得好像又不太懂。所以那个正反合的过程好像就是一个不断持续的一个 ING 的这个进行式。然后我想要最后请问博士的是，你介意或是希望有人会把你当师父来看待吗？好，很好，大师，很好。你讲到几个重点，第一点就是首先讲的好转反应。你记得几个月前 我知道当时你有些经过，个人的经过叫你很不舒服，很多这个对工作对家庭的都有一些看法，很不舒服的这个反应浮出来。那我都不断的劝你说，这些好转反应是一个，最多只是个经过，是个 necessary 的经过，是需要必须要走过的。你可以想到我们这生怎么来的，数不完的业力，数不完的劫组合的业力劫，而我们对业力每个人都认为懂，看的因果，我做好事有好报等，这些就是人间画出来一个意义，好像是人生要有用我们的头脑把它讲出来一套的规矩也好，一套的这个原则，一套的这个解释，让我们可以头脑可以解释，其实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用5个小的感官，没办法对这个业力理解，有些从过去、前世等宇宙周边来带来的业力，你没办法理解，是不可能理解的。
是绝对不可能理解，所以这些突然浮出来，你认为是不理性，很多东西是不理性，不应该发生啊，啊，我不应该有这些后果啊，结果啊等，那最多我只能劝大家说，在这个经过，不要他把它当作一个磨练，一种考验，一堂功课，最多就接受，不去反弹。不去反弹，你发现他还是要来折磨你，还是不去反弹，又会更大，还会折磨你。但是你继续不反弹，他也就最后跑到别的地方了。有时候睡觉中噩梦啊等，把它转走，你发现哎，好像消失掉了好大的一个负担，一个重量，好像在这个肩膀上，一个负担把它让它。消失掉了，最多只是这样。所以这个好转反应，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走下去。任何不管什么好事坏事，都最多把它看开，知道这些都是宇宙带来的一些转变。好事也是一种考验。怎么说？那天还在讲，我所接触的90%以上的人，那天开玩笑跟大家讲是99%，其实，但我不讲那么。99%，大家想，哎，那我有些人很可爱，讲我大概属于那个1%，或者也有大部分人讲，那这样我没有希望，所以我讲90%好了，少数10%不一样。碰到好事、喜事，把整个这一套我们讲的忘记了。Sayonara， Bye， 以后我比较不好的时候我再回来好了。我做了2天。餐那天在开玩笑，餐比较难做 ，OK， 2天做不上，这个就是餐厅成分好像简单一点，做1-2个礼拜，哎，也就 boring 嘛，烦了，哎，有好事了就摆到旁边了，1年后、2年后再说啊。我所最可惜所接触的过去的人都是这样子，所以这几十年来，从来我更就等于说，就像你们看着书里面讲，一个人在走沙漠，在海滩这样走。不想开口，年轻的时候会想跟旁边人分享，跟家里面，后来发现哦，它有它的难度，因为这个世界玛雅这个幻觉太真实了，太真实，叫我们感觉我们陷在这个人生的故事，绝对看不到边。你回到家，有先生，有妻子，有孩子，有什么他有需要，你2分钟后你已经进入这个人生的故事，绝对是不可能，我就敢这样讲，是不可能跳出来的，因为你认为那这个故事对你是真实不过了。你们几位回到公司，很多烦恼的事情啊，我们同事也一样的，处理这个烦恼那个烦恼都没有好事嘛，对不对？好事都是别人的事，不好的事情一连串的，我们都被他带走了，所以要从这里跳出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今天胆子那么大出来这样讲？因为我讲的就是100年、1000年、10000年、100万年，到最后会证明是正确的。我胆子那么大是因为这些跟古人大圣人讲的完全一样，没有任何矛盾，就是这样。因为他是站到一个 absolute 绝对的范围在讲，不是相对，是想把不是推翻相对。有些人说，那我就躲到一个小洞就好了，山洞就好了，我这人间不管就好了。 No， 这又造出一个 exclusivity， 一个单一或是独一或是有一个二元对立的范围，这个绝对是对，相对不对，他又在做分别。所以这就是这个难度，是接受相对，但是知道相对就是我在讲二元对立，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人间它没有任何绝对的重要性，就差在这里。这是我希望透过我的语言，没有任何宗教派、宗教系统、宗教的包袱，用一个也许科学、也许土里土气的语言，因为我中文也不好，不标准，讲不标准还是个大笑话，
很不好的语言，这个中文，反而可以让大家知道，没有，不是一个系统在做制约，一个系统带来的一个延伸，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可能希望大家可以听进去，最多只是这样做个小小的反省。那有没有资格做老师？你刚讲的师傅也好，这本身也是个大笑话。当然没有，当然没有。我最多只是个科学家，是一位医师，在这个办一点教育，用我个人的语言、个人的体验做分享，把每一位希望带到你到一位好的老师的门口门户，把你等于说把你这个交给一个好的老师。那这个好的老师是谁呢？是你自己，是你自己。这个自己不是一个小我的自己哦，是你这个内心是一体，是你的佛性。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所以我才会过去不断的强重复，每一个人都会成佛，不用担心，连一块石头都会成佛。什么意思？你本来就有佛性哦，但是因为你不相信，你认为是不可能哦。像我们华人，我看吧，每一个人都讲菩萨道，把这个过程讲到难到一个地步，是几乎你认为是不可能的。而最可惜是，假如今天佛陀六祖在这里，他绝对会把样样讲得简单明了，甚至他会跟你讲，你就是佛，只是你不知道。所以那天有一位朋友问成佛跟醒觉有什么、差别，我不想在这个题目打开，所以用几句话回答。Buddha， 梵文你好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梵词英文是 The Awakened One， 是醒觉的人。Buddha 还有含的另外意思是 neti neti， 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不是任何东西，不是任何东西我们这个人间可以看到、可以想到、可以表达到的。佛这两个这个字，你们用中文仔细想一想，是否定一切，这是佛呀。但是我们非要把它想的难到一个地步。要经过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十地菩萨等等的，要苦修。尤其我们可爱的 Ann 上次，今天麦克风要小心给他，这是不是又丢到桌上？我很喜欢他这个很天真这样表达，我们好多朋友都反映说好喜欢他这个，但是大家不要随便啊，不要随便丢东西。他就认为他有个苦修的观念，我这个。这个他有点喘不了气，被洗脑彻底嘛，要，这是最可惜。他认为这个佛性他自己有的是 somebody else's， 是别人有的，是要等到哪一个地步磨练考他才会出来。啊，我想 Ann， 难道上帝，假如有个上帝，有个绝对，是因为靠你做一点小动作，好大动作，什么动作，念点佛经，什么什么？他才会帮你包容起来吗？还是他无条件随时已经帮你包起来，只是你不知道，你不承认，就这样子。所以这里在讲什么？ Nothing， 什么都没有在讲啊。我们在转达什么？ Nothing， 什么都没有在转达。假如有个东西可以转达的， I'm sorry， 绝对不是。那你讲的老师没有老师是个对我是个笑话。所以当时我过去也讲了，有一天我教的完我就失踪了。什么意思？就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礼物，这个礼物不是我的哦，是宇宙带来的。把你教到一个好的老师，走一条路，给你一个完整的架构。所以我只怕大家交代不清楚，用声音啊，好多声音的作品。用，因为我感觉声音是最直接，用文字，它经过一些脑的处理，左脑啊，经过好多这个过滤的这个啊，或者一些加工的一些步骤，所以会变得很复杂。我们同时读文字是用左脑在理解，
声音不一样，声音是直接，一个声音，一句话扎到心，点到心，穿过心，在这个心打开一个洞，一个伤口，而这个伤口是跟你一辈子走下去，永远不会忘记的。声音的重要性是这样子，所以跟蜂巢为什么我们做这些作品，我只还是担心有一些交代不够。什么意思交代不够？虽然声音本来一句话都不用讲，但是我们是左脑嘛，左脑的这个洗脑，所以再加上一个逻辑为左脑的朋友带来，其实不需要。我们本来可以办这个读书会，一句话都不讲。只要讲任何东西，他已经把绝对落在一个相对的角落。所以你说还有没有什么老师，对不对？那这个对我真的是个笑话。没有谁是可以做你老师，是你自己做你这个老师。你全部答案在心中都有，所以我才今天讲说 the power within。我们内心有一股力量，一个宇宙，一个世界，一个真实。在等着你找到他，这是你的老师。好，我们要不要看有没有朋友问问题？要不要转一下？我也不能忽略掉我们外面好多朋友，大概有上百千吧，大概啊。今天你们有公布来。博士，这边线上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儒家的伦理道德的这个意识啊，是从心流出来的一体共振与觉醒，那这也是头脑的产物，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维护它的价值，还是让它自然崩解呢我再重复一下。OK，好，读你们者都可的，以听懂吗？朋发现友的你们问比题我是聪明，说，我不对敢讲话。，OK。我们过去就是从小的这个儒家的伦理道德啊，我们都是受这样的教育。那也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头脑的产物。那我们现在如果理解了，是不是就让它自然崩解，或者说我们还要继续去维护呢？你去让它崩解，或是刻意去维护，两个都还是头脑的产物。所以一个人自在就好。你在讲这个当然这个。这也包括服务心、慈悲心，在这个世界，我们总是有一个角色嘛，对不对？我们头脑认为有个角色，就让他完成他自己嘛。什么意思？你可以帮助人就帮助人呢，对不对？为什么不帮助人呢？你可以做一点善事，做做善事啊。我接下来我想把 Karma Yoga 啊，这是 Karma Yoga 服务瑜伽再打开，我一讲就讲多了，所以最多我先这样回答。一切让自然，它有一个周转，有一个生命，让它完成它自己啊。而会发现，你任何动、任何做，跟真正你自己一点都不相关。可不可以做到最后，你在帮助了别人，在参与，在活动，没有个作者，完全没有个作者，不是不做，没有个作者，没有一个我在主导。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那这样子不得了，你该做什么可以完成他自己，而且最有效率、最轻松、不费力。试试看，我讲的是理论，还是可以把它活出来？我们很多人想，诶，我没有念头，不要说没有生命，我连做事都不可能做，我要规划，我要想。No, you're wrong。没有说叫你没有念头，你是人，怎么会没有念头？念头是个工具，是站到一体，该有念头有念头，不是透过一个我，中间有一个，又造出一个一张膜，叫做我，一层的包袱叫做我。这个我在主导，这个我在想，这个我在规划。是插在这里，你们注意看，我，全部我们讲话都是我，从我的角度在讲。我不舒服，我认为怎样，我，全部都是我。假如你突然把这我挪开，那不得了啊！你是站到一体在讲话，
该做什么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一点事情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看 这几句话可不可以听懂，还是造出更多悖论？还有吗？你看要不要再养个狼物回到我们这个空间？好，来这边有一个读者的问题是说，我想请问博士，就是我之前啊有做了一些伤害他人的事情，那这也是业力，也是宇宙的安排吗？那我现在是要接受我自己吗？很好，问这个问题，这问题太好太好。你假如你不问，我早晚会把它打开，只是用我的语言。我们每一个人首先要原谅自己。很多朋友不理解这个，他会讲说：“哎，我怎么会先 forgive yourself 原谅自己？这好像不通。从我们传统的这个华人的教育，都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忏悔，不断的要责备啊，不要讲责备，就是反省啊，反省这个自己有做什么，有没有什么罪，有什么错事等。那”不断的追求，这是我们从生到走这个教育，这是他有一个好面，就叫一个人谦虚，要一个人随时照镜子，随时反省，这是没有错的，这是对的。Up to certain point， 到某一个程度，不幸的是什么？我们很多人，你说哪一个人没有犯过错？哪一个人没有伤害别人？哪一个人没有罪？就像耶稣当时有一位女士跟这个家里面一些这个当时好像有 shame 啊，就是跟妻子这中间关系有人要用石头去打她。耶稣说，我请你们大家啊坦白跟我讲，这里有没有哪一个人没有罪，让这个没有罪的人来丢死这个石头？没有一个人敢承认，每一个人都有罪。另外一点，我过去跟大家分享，当时耶稣周边的人都是有罪的人，从我们的角度，可能做过监牢，被判刑等，都是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想，那为什么他会接触这些人？为什么不接触我们社会认为很老实的人，很友善的人？因为他充分的理解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犯过错，你最多给别人一个机会嘛，给他一条路可以走出来。既然你可以给别人一条路走出来，你也可以给自己一条路嘛，重新再 reset 嘛，把过去是过去，有忏悔了，知道我现在 reset我的生命，从今天开始试试看。而你有绝对有同样的资格醒觉。你虽然犯过错，业力很重，假如你很认真谦虚诚恳充满着善意，你一样可以醒觉，一样可以成道。宇宙不会因为你犯了错，人间认为的错，他帮你判刑，这是我们人造出来的。但是不是因为我这样讲，大家啊 ，OK， 我可以做坏事咯，你做坏事试试看，你还是要承担这业力。你看这样子有没有矛盾？所以啊，我希望你就是过去感觉自己有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不良的事，从今天开始嘛，从现在开始嘛。开始什么？每一个瞬间把自己交给 Holy Spirit， 交给宇宙，交给这个神，交给上帝，交给一体，交给你的内心，交给这个瞬间，最多只是这样子，你的生命更深的一个力量，更大的力量就会带着你走出来，而这个力量绝对不会做坏事，不用担心，它是友善的，它是跟生命，它是培养生命的，它不是伤害或消失生命的。来，我们回到这个空间。来 ，Ian，
哦，我以为你 ，OK， 胸腔有点懵，对，我以为他的意思说他等不及问问题，心很闷，不是，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你刚刚有提到，其实上次我们直播有一个朋友问到的，就是你刚刚有提到醒觉就是成佛吗？那当时您的回答是根本的醒觉就是成佛，然后你提到说，一般我们提到的醒觉是，在一个时刻突然打开一个门，然后突然就看到了一体，或一体来一体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是见到。那我不太明白的，就是说，想请博士再更进一步解惑的，就是说，见到到我们讲成佛就是无学道，他因为您提到一体就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体，所以当在见到所看到的一体跟成佛看到的一体应该是一个，那所以这时候就会有醒觉上的层次上的差异。那我想问的是说，从见到到无学道或成佛，如果我把它想成是一个过程，那一定会被博士 K 嘛？因为您说，就是放弃时间的概念，它是一个线性的，就是二元对立，所以我拿掉了过程的思考。那么，是不是我可以说它是一个意识光谱的不同呈现？那如果是意识光谱的不同呈现，是不是代表着或是说？会造成意识光谱的不同呈现的主因是因为心的作用，因为心的不同深浅的作用，因此有不同意识光谱上的呈现。那如果是的话，我想知道的是，心的不同作用，它什么决定了心的不同层次的作用，不同深浅的作用，以及在醒觉的最后那里面一角是怎么发生的？就量变到质变怎么发生？ Okay. Yeah, 我相信大家啊，好像又听懂又听不懂你讲的，但是我讲很坦白，完全我可以理解你在讲的哈。你前面所讲的从头到尾都是二元对立。I'm sorry， 我跟 Ian 我们中间有个互动。很亲密的互动，可以这样讲，因为我知道他这一生，这个题目对他很重要，所以我要很直接，有时候用个棒子打他，全部是二元对立。你每一句话刚讲都是二元对立，你是站到有，站到相对，再看到绝对，所以有那么多矛盾出来。站到绝对，佛陀就是站到绝对啊，佛陀。是这样的，你记得那天我讲说，这个根，我的根，是彻底，我还用手这样子，像一把刀一个，把它切掉了，没有东西了，没有剩下任何东西，这是佛陀的境界，这是 true awakening， 彻底根本的醒觉。而我们这里最多只能讲醒觉是什么，有时候这个我的魔，我的壳子会消失掉。会挪开啊，我跟一体是两面一体，或是同一件东西。但是这个世界，我们人间，它的吸引力太大太大，玛雅就幻觉，古人叫玛雅是什么，就是一个这个幻觉，真正把它当作真实，尤其我们年纪越大它越真实，被洗脑嘛，每一个人都被洗脑，所以啊，要一次完全根断掉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个人他有过去修行，从过去的整个带来他的这个有这个基础。那同时我过去看是很年轻，小时候或是怎样，他很单纯，也没有什么谁教或者一下彻底就转过来了。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像你现在在讲的，我们还好像还
对这个佛陀有一些，就是我们投射会认为什么是长的样子或行为是佛陀。I'm sorry， 假如佛陀在你眼前，你绝对会不知道的。因为只要你用形象、用语言、用你的观念去表达，这还是二元对立。说不定一个人打扫的是他本身就是佛，你只是不知道，而且你不可能知道。只要你讲说你知道，这是二元对立的作业。所以啊，这是我们人想不到的。所以过去这大圣人也好，佛陀很慈悲，他知道这个是难理解，他就造出一个波米，波米就是这个啊菩萨道的这个一段一段这样子，到十段、十一段这样子来给大家一个稍微一个指南啊，针就是给大家一个方向，但是没有想到。这么一做，大家感觉哎呦太远了，我这生大概没有希望了。所以这是要多少阴阳是吧？佛教讲多少不晓得是上造，这上多少年后的事情。这是我认为是最可惜。当时佛陀绝对，所以他才就是因为我们选择想读什么，把那个当作我们的真实。但佛陀也讲啊，不断的讲啊，不断提醒。未来连草一朵花都会成佛，它什么意思？你本来就有佛性哦，佛性从来没有离开过你啊。所以我们在讲，你刚刚讲一个意识谱，我也用这个字啊，从有到空，意识谱，这本身是个大幻想，是个比喻。因为我要沟通，一定要讲话啊，一定要用一些名字，用一些话，大家可以听懂嘛，有才可以去抓嘛。这些完全是个比喻，是个幻觉。首先，这个意识谱，我醒觉全部都不存在，它都是一个幻象。你本来就是醒觉来的，你本来就是佛，你只是不知道，因为你相信你的自己的信心不够，信仰不够，所以不断的打折扣。不断打折扣，你自然活不出来。你现在懂了，下一个瞬间又不懂了，下瞬间懂了，下下瞬间又不懂了。所以执意心让我们不断的回到这人间，因为这人间太真实了，所以你才会被冤枉了。不是光这一辈子哦，前面说不定下一次还会被冤枉。那这些都不要去管，我建议这样子，不要去追求成佛，追求醒觉。你记得我不断的讲，一个人走到最后，什么愿望都没有，什么都不想得，什么都不想拿到，什么都不想成，连到这臣服都是多余的，醒觉都是多余的，他最多只是接受一切，很宁静。这么一来，不知不觉就醒过来了。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我们可以决定醒觉的。任何人这样不可能，你想醒觉就醒过来，因为你想醒的那个体在讲话，是你的小我在讲话。这样子是不是又带出来一层悖论？你们有没有谁？要我的左边也可以，右边我不讲出来名字。我刚看 Darcy 给我一个脸看，好，你们看谁要发？我想听一下你们这两三个月有没有什么经过，不一定要精彩哈。Microphone 在谁那里？好，那我自己想要问一个信仰的问题，因为之前不管是我们在修订稿子。那或者是就是说在讨论的时候，我可以体会到说，博士你每次讲信仰的时候，大家心里头好像心里觉得对，可是又会觉得就是说怎么可以，就像 Dusty 刚刚说，刚有没有讲名字？好，就像 Dusty 刚刚说的，就是说可以吗？那可是我这一阵子，我开始逐渐体会到，就是那个信仰，即使有宗教性的层面的话。好像对我来说，它其实是一个，你要怎么讲？
就是说我相信我可以不相信我脑袋里带来的所有东西，我相信我可以不相信我的五官所带来的东西。那这个的话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一般的宗教性的信仰那么的虔诚，可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可以相信的。好，说完了。你讲的全部这个信仰，你的关于信仰是二元对立，这不是信仰。我相信什么，全部 belief system 都是二元对立。你走到最后，全部要丢得光光的。我在书里面，我记得在这个落在地球也好，现在想不起来了，自己写什么想不起来。一个我用一个女士，你还记得吗？就说好像经过一个 clean room， 我用个 clean room。风一吹，吹光光的。一个人要全部把全部知识观念要丢掉，丢得光光的，他才会醒过来。那我讲的信仰，最多只是什么？是一个 trust， 是 trust， 是一种对生命一种尊敬。一种还不是依赖，是一种肯定，是知道宇宙绝对不会犯错，是肯定到底，知道这个生命一切安排的刚刚好，连我眼前的不好的事情，灾难也好，失落也好，都是刚刚好我需要的。这个跟宗教没有半个关系，我必须要再提醒。一般讲信仰在讲什么？我可能我去拜拜，我去相信，我把我自己交给一个神，这个神跟我有一个距离，跟我不是落在我的肉体，是分开的一个老师，这个、老师讲什么都对。所以前面达斯也点到这一点，这个老师跟弟子的身份 ，no， 真正的信仰是最多只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远远的比这个人间小我可以想到的，甚至我没办法描述它，没办法表达它，没办法去解释这个力量，但我相信它，相信它就相信自己，相信我，假如我一路追到底，我是谁？这个答案自然是什么？是绝对哦。原来是绝对，是 absolute， 是在我是谁的后面，是他是全部的人间的马达，是人间的 engine， 全部一切回到他，而他是什么？我讲不出来。所以当时佛陀过去这个 neti neti， 不是这个，最多你只能否定，样样你可以想出来的、讲出来的都不是。只是这样，这是信仰。所以你们这样听，跟前面讲的是两回事。就是因为信仰不够，我们醒不过来。信仰到了，你好像非醒不可，挡都挡不住。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好像这个人间就是注定了，这一生注定你非要醒来不可。你也可以这样讲，没有矛盾。来，我们再看，你们两位要不要讲话？讲一下，让转过来哈，然后我再转到我们右边。我不叫我们的来宾讲讲话，我是感觉过不去，做主人过。大家好，我刚刚在想，我这三个月有什么变化？刚刚博士一开始先讲到，就是说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嘛，那我觉得我这三个月感受到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可是也有一个很大的退步。那那个很大的进步是像刚刚博士讲，就是非常能够体会心的那个力量强大到好像可以真的因为很 open 的去爱一些人，所以你会感受到那个力量就是超过你原来的力量，这是我觉得进步的地方哈。但是这个同时，我也感受到一个很大的退步，就是博士之前一直提到，就是说遇到很多很多的
挫折或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要练习不要反弹嘛。那我自己的退步是觉得说，我练习不要反弹，不要反弹，不要反弹，但是我会觉得越来越痛苦。所以我也很想要问博士，就是说刚提到是说终究有一天你不再反弹的时候，它可能就消失了，那那个一天是什么时候？我首先劝就是很好很好，这都讲得好诚恳的啊，每句话我首先我会劝就是说，就接受，臣服，接受你在还在反弹当中，接受你还在刻意希望不要反弹，接受一切，接受你好像现在做不到还需要反弹，或是好像想压住一个反弹，就接受嘛，接受你自己 exactly the way you are exactly as it is， 就你现在怎样就是如此，接受一点都不用改，就接受嘛，试试看，这突然转了一个弯，就说你没有再加一层的刻意，我要做什么功课，要做什么练习，我接受我就做不到嘛，总是可以啊，这样子他给你一个踩一个大的刹车，这不一样，这个中心重点挪开了，摆到一个不同的点。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我也必须要讲，你也进步到不到哪里，也退步不到哪里，全部进步跟退步也本身是个大妄想，是我们人所造出来的，头脑造出来的，好像可以往前进，进到哪里？当然，含的意思就是说我进到我的这个佛性也好，内心也好，退步离开这个内心比较远一点，因为我从行为感觉好像不满意啊，我达不到自己的要求，这本身还是二元对立。你本来这个心包括一切，包括你现在 exactly the way you are， 你现在是完美完整的，只要你接受一切，接受你现在如此，你现在怎么样子就接受，你自然发现哦，原来它不是靠做，是靠在， just to be yourself， 自在，没有再加一层，这样子一个人不知不觉就醒过来了，完全都可以接受，放过自己了，放过别人了，哎，到最后发现也没有什么，怎么去放过自己？这个自己本身都不存在啊，放过没有放过的念头，一个人就活起来了。睁开眼睛发现 ，Oh my God， 过去全部是个大梦想，全部是我头脑在运作，在想这个，在想那个。你看这样子会不会带来另外一个层面的悖论？自己要参，但很好。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心得，我知道，我在你们旁边，我都晓得。我的右边，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我都不，你看我想起来，我都不把你们名字叫出来，好想把你名字叫出来，但是舍不得不叫出来。大家早。此刻的我的心情，那个。感觉心也是非常亮。然后早上博士在说，人生这出戏真的是太真实了，在我身上我会感觉到真的是太真实了，真实到就是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希望 go for it， 你都希望拿到那个你自己最满意的成绩。那在投入的过程中就常常会忘记，这忘记就是回到另外一条线，是上次三个月前博士在跟 M 分享那个一直在我在分享一个部分很重要，就是谈到关于所有的我们所听到的圣贤，所有过往所有这些话其实都在带领我们说我们原来已经具有的那个美那个好。然后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对我来讲非常的共鸣，整个圈子在扩大。因为我从小，我记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我小时候有一次在田里面
然后那个冬天，然后晒着太阳，然后那个刹那一直始终不会忘记，就是我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是谁，可是我知道非常非常的具足。那小时候环境有时候听青蛙声睡着了，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具足。那我刚刚说我常会忘记，是因为有时候我在晚上睡觉前，我发现说好像所有的努力，好像我好像可以也全部没有，好像只要感觉到博士肯在说那一体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感觉到一种身上感受的和谐，或是一种经验到，就是哇，人生就是这么单纯的美好，好像什么东西可以放下。所以我叫洋葱嘛，那洋葱老师在剥洋葱，可是洋葱老师在忘记，就是人生好像我有经验到那种一体的那种具足的那个我是谁，我就是我，我就是博士常在提醒我们的那个一切都是好的。可是我在投入音乐这个生涯，然后我也常想要说，我要带给很多，分享很多美好。可是一旦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办音乐节啦，我们要做，然后进一家公司，你就会好像很认真，还非常每一件事情很在乎的去做，哎，就又忘记了。然后在忘记的过程中，好，再一次的回来，然后又忘记了，再一次回来。那所以我在处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自己应该对自己的课题应该说，也是问博士说，哎，我怎么老是会忘记呢？这个是一个，对，就像今天早上一看到博士，然后一听到声音，我们一起做那个 OM， 一切都回来了，那个眼就亮起来了，那个圈子就打开了。然后可是开始，想着每天，我相信我们对面两位应该是更多。我们每天只要想到公司开始，这个礼拜开始哪些事情，啪啪啪啪啪，哇，所有事情头脑一切都回来，好快速，然后你很有效率，很有什么？哎，这个东西又回到这里。那啊，我有一个大。对我来说，哎，那我这一世来的功课，我已经知道那种一体的美好，也知道生命中好像有些东西要放下，可是好像又人生那个真实的游戏又太吸引人了，你又很投入的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对，应该是我自己很想要对博士的悟上，博士也一定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经验到，那如何在这里面能够那么的自在，或能够好像。随时可以在这里很自在美好，那同时又有一个刚刚讲一体性的心情去参与人间的游戏，而不会老是忘记。讲得很好，恭喜你啊！就是可以看到，可以反省，可以提醒，这已经相当不容易。那就是反省或者提醒了啊，100次、1000次、10000次好了，到最后 nothing happened。从一体还在等着你啊，那就是你忘记了 nothing happened， 什么都没有发生啊，你只是落回到一个相对的世界，在那个阶段认为这个世界还是真实，但是想起来了又回到家，回到你本来就在的家， nothing happened， 还是没有东西发生了，没有矛盾，两个世界这样子跳来跳去也没有矛盾，但是总是有一天会发生什么，因为你停留在一体时间越来越长，突然相对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幻觉了，你还是可以参加，但是你清清楚楚的在见证，好像这个一体在做一个见证人，好这样讲，连你睡觉你都知道在睡觉，知道什么不重要，知道有个觉，清楚的觉，最多只是这样子。那这样子，接下来样样在做事没有矛盾，有时候很投入啊，很投入的时候在讲话，真的就是有个我在讲话，在听你。What happened? Nothing， 没有任何矛盾，一切是宁静，做事。讲话、处理事、跑步，任何东西，你还是一体啊，没有分手过。这么一来就自在了 ，spontaneous。就像你刚讲，小时候在种田也好，在这个晒太阳，
没有一层的我在说我在晒太阳，是你事后想起，哦，对，那时候好，很感觉不一样，因为我在晒太阳。你又在这个分别过去，对不对？当时你在发生的时候，你会那么深的印象，因为你没有一个我的过滤网，不是透过我在看，你是直接在体会，谁在体会？一体在体会，一体在体会自己，透过你在体会自己，在做个见证，做个反射，所以一体在看一切，在看自己，这个本身是个大悖论哦，自己要参讲的有没有道理，或是这个脑筋是绝对听不懂的。假如头脑可以听懂，本身你又建立了一个系统，在里面又要从那里面解开。你看那个啊，星星有没有外面什么？我们就差不多，我们进入第二场。不是，我是想要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是讲内心的力量有多大嘛？那我自己觉得说，其实我们心都会累，有的时候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你会受到挫折，有时候真的好像被掏空一样。可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可能一下子一转个身，或是睡一觉，明天又好像莫名其妙的很乐观，觉得好像没关系，我再来一次。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那种一体就在包容我们，还是给我们这么力量？我一直常觉得这个力量到底哪里来的，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全部力量生命力量都从一体来的。那你为什么讲说睡了一觉，我跟你很熟，我知道你想睡就睡，这是很难得，这是个大本事。而且你注意到就是说同时睡觉没有梦，深睡无梦嘛，其实那就是一体在运作。只是你不知道你在深睡。假如你知道你在深睡，你就醒过来了。但是它很接近一体，什么意思？没有什么知道嘛。假如知道你在做梦嘛，那时候是大休息，那时候一体在给你打气，给你这个加持，所以你第二天起来，哦，很新鲜，我在面对这个世界，是这样子。头脑会累，一体是永恒的，永远是像太阳，放光。慈悲爱，对不对？充满的活力，就是这样来的。恭喜你啊。好，那这边有一个朋友在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这一辈子啊努力觉醒，那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就会留到下一辈子，那是不是这些事情这个记忆下辈子还要继续完成呢？假如你认为人间是真的，还有一个下辈子好谈。假如你认为一切所碰到、看到、闻到、体会到、感受到的，都是个大幻想，没有什么下一辈子好谈的，你就到这里为止，看这个信仰够不够。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假如你这一生投入这个题目，真正有个发愿，有一个。从心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希望，我就想醒觉过来。虽然不是在你手里面，你可以决定醒觉，但是你规规矩矩的，很谦虚，很诚恳，追求这个题目，不用担心，你下一次来，一定会。假如这一生没办法完成这个工程，下一次来，他一定会组合各式各样的条件让你完成。那我们也不要去追求，但是这种发生也好，这种现象是就是对你一定会存在的。最好是连这个都看穿，连这种期待也好，连这种连贯还有下一生都打破，最多只剩下什么？只剩下这个瞬间，发现哦，原来人那么了不起，那么发达，那么分别心那么重，建立一个那么完整的系统，有天使，有地狱，有天堂，有地狱，有菩萨，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包袱也好，有这个灵体，有这个修行，有各式各样的层面，都是头脑投射出来的。人很可爱哦，可以想出来那么多那么多不同的境界，那么多这个层次想出来。
全部这些都要打断、打破、丢掉，直到最后一个人就发现醒过来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个大妄想，都是头脑在运作，就是人间的架构不费力跳出来了。为什么我敢这样讲？你本来就是跳出来，只是不知道，你透过我再加了一层的束缚、绑住、绑架，就这样子。所以今天你大家还可以谈一个解脱，要不然更就什么都没有。这样会不会讲很失望？把自己全部所讲都推翻了。